清新的少女孩是一首缅甸歌曲，我小的时候就听过，但是当年的歌坛好听的歌太多了，可以说是声声打架，他在当时没有那么火。我听说这首歌在中国的社交媒体也特别火，今天被用在短视频征集中当背景音乐。我也很高兴中国的朋友能喜欢这首歌曲。这首歌讲述了一个男孩对美好爱情的向往，这首歌在我们两个国家都非常流行，我觉得这反映了我们对于，未来美好的憧憬。我们的语言可能不同，但是音乐的旋律却可以传递真挚的感情。中国的朋友可能听不懂缅甸语，但是当旋律响起的那一刻，我们都被真挚的感情所打动。